到现在欢迎朱海军来拍破。无声无息来离开，你一转脸都自闭，袂当搁再有春天。无声，有分对不愿讲自己，我心内拢无滋味，我头放偌济离去。有谁人会当亲像我，爱永远袂变过？你哪会这呢无心肝，害我想要的是我。谢谢，现场所有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朱海军。我爱下的滋味。吹得我哇哇哇，凉啊凉啊凉凉啊凉，阵阵凉风吹得我哇哇哇，凉啊凉啊凉凉啊凉，这凉风吹得哇哇哇哇。欢迎我们的副总统。今天很高兴受邀请和大家共同来参加我们福清宫第270年宫廷的活动，请这个特别代表蔡英文总统前来贺辩，表示恭祝之意。同时有那叩谢声音，我们福清宫真做地方的信用中心，同时有那推动各种的公益活动，包括弱势救助、囡仔教育、地方的种种的需求，咱福清宫拢徛在第一线咧帮忙，所以今仔蔡英文总统迄所献的匾，就是叫做春风厚德哈，春风厚德。啊，因为我看到习主席吼办的活动才了解，我无啥敢继续讲咧。啊，我嘛祝福去啦，入来时都听到朱海军咧唱歌，我是伊的歌迷啦。今日来先都伊咧唱歌，所以我今日足欢喜吼，来参加这个盛会，阁会当听到朱海军的歌声，啊，参大家斗阵做伙吼。啊，我最后简单两句话啦吼，头拄我听到吴思瑶的介绍，大家真清楚，伊伫伫番禺真正是专家文政，并干第一名，敬请大家吴思瑶要选连任，大家来甲伊收听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一票偌清的。一票来吴思瑶好唔好？好，一票吴思瑶，一票罗清德好唔好？好。